圆顶新老师入殓及追思礼拜续乐。
不会很长的时间。健康的余命很重要啊，这是我们的理想。但是台湾话说假霸极啊，哦，还是要过去啊。啊，你有没有思考过去以后是什么状况？刚才我说过，没有死过，没有人死过啊，有人死过，一定要死了哈，哦。但是有没有人活过来 ？Oh yeah, near death experience 啊，那这个 NED 啊 ，experience 啊，有人活过来，有人讲很多很多，但是真正的死了啊，像只有耶稣了，耶稣死了三天以后才从坟墓里面又复活过来，所以相信的这一位主，他们两位林牧师跟郑鼎新是袁鼎新哈，他林牧师基督徒基督教，袁鼎新呢是天主教，啊是天主教徒吧？他们的家属呢有没有在附近？没有哈，啊，他的身世哈，啊，如果你们好好念一下，他蛮特别哈，啊，他生下来身体就不太完全的一位弟兄，他是接触到天主教比较多哈，啊，就信奉天主教，啊，一生就是相信天主的保守啊，就是天主教和基督教，相同的地方大于相异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把它一起来纪念，因为他们念的圣经跟我们的圣经一样，只是多了一本玫瑰经啊，他们天主教是多了玫瑰经啊，上帝也很祝福历代的圣徒，里面很多天主教徒，他们写的书一直流传到现在，我们基督徒认为他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不一定要加上那个天主教徒的名字啊，因为他们有教宗，有一套的系统，那跟基督教的结构不太一样。我相信上帝，相信基督的死、埋葬、复活，还有再来。所以刚才各位念到的圣经里面，就是在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哈四章十六节里面。将来讲到将来的事情，圣经这本书哈，啊，真是奇妙啊，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书。同学们有机会可以去了解一下哈，啊，因为确实你要知道你是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我们今天为林牧师为袁弟兄这样的追思，主要还是一句话，圣经上讲的，他们虽然死了，对不对？仍然怎么样？说谎，仍然相信。
他便会静下心来祈祷，以度过重重的难关。圆鼎新老师，民国41年4月21日出生，天生残疾，从出生时就缺少了右手指与左小腿的下半部。家中信奉天主教，曾经当过经师学徒与大楼管理员，一生未婚，与家人同住于高雄市左营区。由于残疾的因素，使老师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，但对于家中的小孩依旧十分照顾，常常关心他们工作上的事情，或是他的终身大事，是孩子们眼中一位非常和善的长辈。有空的时候，也常常会到南门火贸社区走走逛逛，陪眷村的老伯伯们聊天。袁鼎新老师本身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，做过心导管手术，后来疾病复发，但手术失败，血块堵塞于脑部血管，导致出血性脑中风。老师生前曾经提过，希望死后能将大体捐出，造福这个社会，因此决定放弃急救，并完成老师的遗愿，最后于104年5月13日离开人间。